怀与禅色，千载难逢一抬头，万事岁月一本经。千载难逢一抬头，万事岁月一本经。风潮无敌一整路，旧末世难以筑起，百年虚云一代戏，一生中不一片旗，百年虚云一代戏，一生中不一片旗，一生中不一片旗。义军顿别家乡已五十余年，寤寐之间刻骨难忘，不知道旅何处，先身何在。自驾别后，此父告老回家养病，一年后不知儿时。丧事办妥，母亲领我和田氏小姐同入佛门，田氏小姐吐血，四年后撒手西归。君说鸿雁别故乡，冲霄独自向南翔。可怜同朝哀哀旅，万里秋风续恨长。吴大哥，你说我是不是闯祸了？这长老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啊？不会，不过他的心思不是你我两人能够揣度得了的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呀是不会跟你回香香的。哎，我干娘也说过，五十年来他要回早就回来了，五十年来他要回，当初他就不会削发为僧抛妻别母了。哎呀，我干娘让我把这个包袱给他，我也不知道包袱里有什么，但是我就是不甘心嘛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留下来，我可以陪你啊。啊，大哥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你不是说这世上好人比坏人多吗？实在不行写一封回信给他，也不冤枉我白跑这一趟啊。嗯。哎，师父。师父。师父。啊。我来给你们做早饭吧。幽莲姑娘，你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吃完了早饭你就可以回去了。不，师父，我想和吴大哥留下来一起帮你修钵盂庵。随缘来随缘去吧，由你们自己做主，但是请以后不要再提观音山的水月庵了。大法师，我已经把磨坊给卖了，现在彻底是无牵无挂，从今往后一心一意地跟着大法师修行大法。阿弥陀佛，修行大法也要有所节制，卖房卖地并不可取啊。
以后不可以这样。嗯，是是是是是是，这些银子全部供养大法师。善哉，善哉，请刘施主到净室去修炼吧。大法师，这几个街坊他们也想见识见识西方的极乐世界呀。是啊，大法师，是啊，是啊。阿弥陀佛，你们随刘施主一起去吧。谢谢大法师，谢谢大法师。师父，师父，庙里来了很多人，有些是过去被病魔缠身的乡亲。师父，那野和尚的药还挺管用。是师父的法力高强，请得观世音菩萨，才得以救苦救难呢。对对对对，这些人还带来了供养，要当面拜谢师父。我就不见他们了，你们就说我正闭关修炼，不便出来，供养嘛，你们就收下来吧。这些天各自庙香火旺盛，几天的收入就超过了上个月。博玉庵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门前冷落，很少有信徒前往。老和尚带来那几个人，整天就是砍柴修理破庙。对了，他们还在山坡上开了一片荒地，说是要种些红薯。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你们几个记着，治百姓不如治一心呢。多谢师父教诲。老和尚身边那个年轻人武艺高超，你们几个即便联起手来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此人今后必然是我们的一大祸患呢。我们几个联手，把他一起干掉。我刚才还在说，治行不如治心。你们就不会动脑筋想一想，此人能为我们所用的话，那个老和尚还能待在鸡足山吗？师父确实高明，只是不知如何。只要你把他带到这里来，我自有降魔除妖之计。是是。幽莲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我的剑舞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哦，口气不小啊，懂剑？不懂，但这里面处处隐含着杀机，舞得越好，罪过就越大。说得有道理。不过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把剑练好了，除了能保护自己，还能阻止坏人滥杀无辜，那不也是一种善举吗？那倒是。来，我教你练剑。不不不，来来来，不会，我不会，来吧。不不不，来来。双儿，双儿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爹到处找你啊。他的手好暖和。谁呀？谁的手好暖和？花仙，他住这儿。什么？花仙呢？别瞎说。这是闭关房，一般的人呐不能到这儿来啊。你爷爷呢？跟爹走。他的手好暖和。别都乱跑了啊。来，自己来一次。这样啊。好，起誓。好，出剑。转身，对，转身。好，嘿。你又使坏。我救了你，不说声谢谢还怪我。你故意的。
生气了。好好好，就算我是故意的，行了吧，我向你道歉啊。哎，有莲，来过来，哎，过来吧，坐下。哎，有莲，我们整天跟着老和尚在这山上开荒种地的，有意思吗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我看这老和尚不会跟你回湖南的，也不会写信让你带回去。哎，幽莲，不如我们俩下山找个地方。你又胡思乱想了，我给老师傅做饭去了，你自己练吧。哎，幽莲，幽莲，我说哪来的香味儿？原来是有人在这杀生啊！嗨，我又不是出家人，来来，见者有份儿，吃一块。嗯，不了。客气什么呀？看得出来你好久没吃肉了吧？这练武的人不吃肉哪盯得住啊？给。嗨，整天都是野菜山芋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看你这样子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吧？跟我说说。来，喝两口。哎，酒就不喝了。在这荒山野岭里我们两个人相遇就算是有缘分，来来来，喝两口，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说。嗯，痛快。白鸡足山有没有到过大庙？在崇善大法师那儿练过？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他那儿可灵了，你要是有什么烦恼啊痛苦啊，只要在他那修炼上一天半天的，保准你神清气爽，轻松愉快。真有这么玄乎？骗你干什么？哎，你见过西方极乐世界没有？嗨，谁还真见过，都是听说呗。嗨，照大法师的话说呀，要看你有没有善根，要是有的话，大法师就能带你去极乐世界。我就去过。哦，你真去过？那西方极乐世界别提多美了，我自己飘啊飘啊，哎呦，舒服极了，那才叫神仙的。想不想去体会一下？我可以带你去。果真如此，我倒真想见识一下。那好，咱们说走就走。好，走。啊，这不是吴大侠吗？是你，我们好像交过手。不打不相识嘛。是去见大法师吗？正是正是。好，我带你们去。一会儿一定要把他拉下来。请吴大侠。到了。吴大侠，哎呀，又是远迎啊！吴大侠，看到你有真本事啊！看一下，不，我不打，不行。果然不错，请问大师在哪？是啊，是啊，哎，在。师父，吴大侠前来拜见。我等你很久了，既来拜见，为何不跪？我只拜真佛。哼，狂妄之徒。给我拿下！闪开！吴大侠，你是在找剑吗？哼，他在这儿呢。好了，吴大侠不必紧张，我只不过和你开了一个玩笑。嗯，我师父有意念一物神通的本事，别说是一把剑呐，就是你整个的躯体，我师父都可以把它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。嗯，大法师，这乃神人也，在下
佩服。吴大侠嘴上说佩服，但心里还在犯嘀咕啊。其实在佛法里面，神通只不过是末流小技啊，最根本的还是了生脱死，究竟涅槃，花开见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真有西方极乐世界吗？嗯，佛教讲究一个缘分，今天吴大侠的缘分到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见识一下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有诚心，有善根，没有恶念的话，就一定能够见到。请。好。幽莲姐，想不到你唱的歌这么好听。是我干娘教我的，她会唱好多歌呢。幽莲居士想必佛缘不浅呢，你刚才所唱的这首歌真是饱含着禅意啊。是吗？我从小是在尼姑庵里长大的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木屋子，现在你们给我盖这种木屋子，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啊。你以前是住在尼姑庵里的，那自然不一样。按照规矩，女众是不能住在和尚庙里的，即使是在庙外也要相距十里。虚云法师想到你一个人住得太远不安全，才特别开方便之门，在寺旁为你搭建这间木棚。可不是吗？男女授受不亲嘛。你懂什么呀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干活吧，我去给师父送水。师傅，喝点水吧。啊，哎，您怎么也干这种粗活啊？啊，我怎么不能干这种粗活？可以让那些年轻师傅干呀。啊，这修行啊是自己的事情，别人是代替不了的。就好比这吃饭睡觉一样，别人是代替不了的。那干这种粗活也叫修行吗？不要以为只有诵经拜佛、行香坐禅才是修行。修行应该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刻，大大小小的事情上。祖师们说得好啊，运水搬柴无不是道啊。哎，走啊！这个魔鬼居然敢绑我！王朝马汉，天兵天将，别吵了！快来取他的小命！怎么回事啊？大师，您就再救我们一次吧！我爹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，人也疯了。前段时间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突然疯了？大师啊，他一直在崇山大法师那里修炼，天天吃极乐丹。他说他去了西天佛国，还说他成了佛了。你成佛了？我在西天佛国坐在九品莲台之上，我是佛。你们这些刁民还不快快地替我松绑，当心我降下法旨，天兵天将取你的小命。爹啊，连绑在自己身上的绳索都解脱不了，这也叫成佛了吗？呆！天龙八部、韦陀、伽蓝，快快下来替本佛把这根绳子解了。老师傅，不用请护法神了，留根施主啊，还是你来替你爹把这个绳子解了吧。这不行，我怕他会胡闹的。不要紧的，带他到殿堂上去吧。我佛慈悲安详，护佑众生啊。我是佛，不会瞎闹的。前面开路，大
待我前去扶他。阿弥陀佛。走走走。你是谁？我是佛呀。你不是佛，你是魔。我不是，我是。你是谁？我是刘掌柜。哎呀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哎呀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啊。爹，你现在还认识我吗？根儿啊，我没成佛呀。刘施主，佛并不是主宰一切的神，也不是胜过万能的主，他不可能让人升入天堂并让人入地狱。自我觉悟并觉悟他人便是佛。你看那是谁？这不是佛吗？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塑像，想我释迦牟尼佛顿悟法界众生，六年苦行才得以雪山成道。佛是自己修得的，正得的，仅仅依靠外力是不能使你成佛的。只有自己勤修善道，拨开自己心头的迷雾，才可以见太阳。那这么说，这个成佛很难呐？说难便难，说易变异。六祖说过，一念迷是魔，一念悟即佛。我们经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就是说你放弃恶念的那一刻就是佛啊。刘施主，看来你爹已经很疲倦了，你还是扶他到疗房休息吧。好，爹，咱们走吧。一直听说崇善大法师教人修行，可以见到极乐世界的法门。师父，您说能有这种事情吗？那是幻想而已，修行是没有捷径的。我怀疑那种极乐丹是一种能让人产生幻觉的药物。这还了得，这类药物会让人上瘾的。老和尚，我爹他急着要去见崇善大法师，他说他要吃极乐丹，这我怕他又要出问题，我就把房门给锁起来了。极乐丹果然如你们所说，眼下无论如何不能让你爹离开。我怕他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来，现在看来只好再把他绑起来了。好嘞，快放我出去啊，我难受死了，快放我出去。无理，他已经出去好几天了。哎，还不是吃不了山上这份清苦，下山到江湖混去了呗。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，但突然觉得不对，他要是下山的话不会连招呼都不打的，我担心他是不是极乐丹。大法师，给我一颗极乐丹吧，我快顶不住了。大法师，求求你了。但这极乐丹取自崇山峻岭的名贵药材，是以雪山顶上的甘露水配制而成，不仅稀有，而且费用昂贵呀。这我知道，等我有了银子以后，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的。吴大侠，我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啊，可这年头没有银子不行啊。大法师，你可真是慈悲，可是我现在
吴大侠，钱是个好东西啊，但有时候他也会惹祸上身的。大法师，何出此言？哎，吴大侠，听说有一伙土匪抢了丽江一个大财主一箱的黄金珠宝啊。刚才啊，有人报告我说，这伙土匪把这一箱金银珠宝藏到了鸡足山的山洞里了。一箱的黄金珠宝啊，能修多少座博玉庵呢？那您的意思是抢回来？与其说把它落入土匪手中，不如把它拿来修庙供僧，广种福田啊。大法师，我已经很多年啊，大法师您先给我一颗极乐丹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事成之后分你一半，再说以后你也需要银子，眼下这极乐丹也需要银子啊。好，我干。可事成之后您需要多少？我分文不取，但你必须保证把那箱金银珠宝送到虚云长老那里就行了。我们都是出家人，我看他那样子于心不忍啊。大法师真是菩萨心肠，我会照您的吩咐去做。啊，让我去见大法师。啊，我要极乐丹，我受不了了。啊，我要极乐丹啊，我受不了。别喊了，爹啊。啊，刘施主啊，你爹这是怎么了？大师啊，我爹他整天喊来喊去，我怕影响了师父们的修行，所以我在附近找了一处山洞，我们暂时搬进去，等到我爹彻底戒除了毒瘾再做打算吧。哎呀，寺院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还是有一个照应的，还是留下来吧。不不不，大师啊，已经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告辞吧。哦，等一等，来，哎，来。这不行，大师不行。他现在身体虚弱，怕寒冷。我这一辈子走东走西的，受尽了不少磨难，虽然没求得什么，但也练就了一身硬板骨。没关系的，解脱要靠自己，要坚持住啊。老和尚，哎呀，快起来！过去的事情对不起了。哎呀，快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来来来，别再想过去的事情了。等病好了以后，常来博玉庵亲近佛法。谢谢大师了，刘施主啊，告辞了，歇息，告辞了。哎，师父。哦。幽莲姐姐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下山去找五里大哥。今天早上悟明到山上的几个寺院都看过了，没有见到五里。我下山找找看吧。那你去吧，自己要小心。嗯。幽莲，幽莲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啊，过来，来，哎，哎呀，干什么？鬼头鬼脑的！哎呀，你先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。呀，你胳膊受伤了？哦，擦破点皮。来，我给你包一下。幽莲，嗯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的镯子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送给你的。给我？真的？
哦，不不不，我不要。哎呀，真的送给你的。不，来，我真的。带上吧。不，不，幽莲，带什么呀你？哎呀，幽莲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再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真的没有瞎说。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后来因为违反四规被逐出了寺门。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得到过人间的温暖，自从遇到你以后我才有好好活一辈子的信念。幽莲，你这么漂亮又善良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啊。你干什么呀，你不可以这样欺负我。哎呀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不会欺负你啊。你明知道我自幼在水月庵长大，对男欢女爱毫无兴趣，我一直把你像大哥哥一样看待，可你偏偏总是……哎呀，但是人总会变的嘛，只要你离开了佛门，离开这个环境，离开了佛门我会无所适从的。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。那你看啊，哪来这么多金银珠宝。哎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幽莲，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这些钱足够咱们活一辈子的，咱们找个地方男耕女织，生儿育女，怎么样？这些珠宝从哪弄来的，赶快放回到哪儿去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你说你是不是一点都不喜欢我，说是不是。这跟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，我从小在尼姑庵里长大，虽然不一定削发为尼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离不开佛门的，我只有在佛门里我才感到身心愉悦。再说人是要知恩图报的，我干娘养我教我，她的事情我还没有做好，我怎么能跟你走呢？你快把这些东西还给人家吧，我是不会再理你的了。幽莲，幽莲，幽莲，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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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吴大侠。哎，原来是你啊。哎，是是是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是，这是用你操心的吗？哎，滚。哎哎，等等啊。哎，你要是把刚才看到的事情说出去啊，就再拎。哎呦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师傅，无理他。哎，师傅，他来了。你怎么把东西扛到这儿来了？这会给波鱼庵惹祸的。哎，哎，哎呦，无礼！你来来来，哇，师傅，这么多金银财宝啊！这箱东西就先放在这儿吧。嗯。谢谢你的好意。哎，不用。师父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这钱财来路不正啊。嗨，有什么来路不正的，这本来就是不义之财。嗯，我们正好用它来修庙安僧，还能广种福田呢。用这种钱来修庙，菩萨也会怪罪的。哎，行了行行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让我饱饱眼福。哎，孟玲。不要乱动。他可能不行。这些钱财能不能分一点？现在不行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这儿有点银子，你先拿去用吧。那倒不必了。您想好了咱们慢慢分啊。孟玲啊，帮助师傅把东西收好，我先去办点事儿。哎，吴大哥你放心吧，有我孟玲在，不会有什么差错的。
你真的看到他把那箱金银珠宝扛到博渊了？师父，千真万确呀。好，太好了，去叫你大师兄新力来，我有要事吩咐。是。张县令，最近官运如何？哎，这年头混日子吧。崇善大法师派我来向县令您道喜来了。道喜？道什么喜啊？恭喜您有机会升迁呢。什么机会？说说看。这个，嗨，放心，我张某要是升官了，那还不让崇善大法师发财啊？是不是？哈哈，张县令，你知道前几天丽江财主送给云南巡抚李车被劫的事情吗？当然知道，这是发生在本县的一宗大案，我已着令王捕头去查办。怎么，大师兄您啊，听说那箱金银珠宝现在就在鸡足山博月庵。哦，有这种事？千真万确。那崇善大法师的意思呢？啊，当然是公事公办。公事公办。如果张县令能够人赃俱获，在云南立下大功，巡抚不会忘了您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来人。在。马上通知王捕头，集合人马随我一同上鸡足山。这。大师兄啊，大人，大人您看啊。这啊，你是谁？胆敢擅闯公堂？贫那是鸡足山波余庵的一个出家人，剑号虚云。他就是虚云？不错啊，老和尚，你来得好快。心地法师，光阴似箭，迅速无常，不得怠慢呐。佩服，佩服。张县令，这箱财物是一位在波渔安借住名叫吴礼的施主拾到的，现交于官府处理。这是捡来的？有几个不明事理的人把这箱财物丢在了鸡足山滴水崖的山洞里，被施主无礼捡回寺里，请张县令物归原主。贫那告辞了。你就这么走了？县令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张县令要嘉奖你。对，对，嘉奖，嘉奖。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走，你们走吧。是是。大法师，您这是？啊，我这是生虚云老和尚的气呀。怎么，老和尚又惹您生气了？嗨，人老了就犯糊涂，你不领我崇善的情也就罢了，可是你吴大侠是为他拼过命的呀。大法师，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我。哎，你拼命抢回那箱东西，这老和尚他竟然把他交给冰川县府了。啊，想在冰川县站住脚而巴结官府，
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但这样做也未免太……嗨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人老了，他就犯糊涂啊！我找他算账去。哎，嗯，听说长老他真把那一箱东西送到官府去了。那还有假？嗯，阿弥陀佛，波鱼庵躲过了这一劫，吴大哥也就没事了。是啊。哎，幽莲，你看，看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，大法师在那儿，来这边，大法师啊，你帮帮我们吧，帮帮我们吧。哎呀，各位施主，快快请起，各位施主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大法师，我丈夫在崇善大师那儿吃了极乐丹上瘾了，家里的东西全让他卖光了，每次劝他他都打我，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求大法师帮帮我们吧。这崇善实在太过分了，我们是帮帮我们吧，帮帮我们吧，大法师，大法师，求求活菩萨。各位施主快快起来吧，贫僧理当尽力阻止这件事情继续蔓延。哎呦，谢大法师啊，谢大法师。哎，师父，您干什么去啊？哎，是师父一定是去大庙面见崇善，那四大金刚如狼似虎啊。哎，幽莲，我也去。梦玲啊，老和尚呢？吓我一跳，瞧你黑头黑脸的，是不是？你少跟我啰嗦，我问你，今天可是你找我说话的，怎么从我啰嗦了？哎呀，快告诉我，老和尚在哪儿？老和尚到后山除草去了。是你叫我闭嘴的吗？今天怎么了？大法师现在正在修行，不见客，有什么事儿？就跟我说吧，啊！贫僧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崇善大法师，如果崇善法师眼下没空，我们可以在这儿等。那，你们爱等就等吧。你，哼，什么修行？分明是摆架子。多久了？已经过去两个时辰了。哎呦，和尚还在等吗？啊啊，还在等。那就让他再等等吧。是。你们不是说这老和尚在博夷庵又是开荒又是种地的，今儿他怎么突然跑来见我干什么？八成是博夷庵没吃没喝的了，是来向我们讨点粮食。我看不会的，这老和尚什么苦没吃过啊？啊！有人说他行人之所难行，忍人之所难忍，到我这里来了，怎么也得忍一忍吧？啊！哎，来，咱们再下两盘棋啊！哎，好。怎么这么久没见吴大侠呀？刚才见他气冲冲地跑出去了。嗯，用不了多久他还会回来。水路茫茫。
You're